我们刚才焖的珍珠啊，总共就这么多，还是还有？总共是这样。总共，所以它其实它快煮珍珠的膨胀率从500到 OK OK。好来，那这边加红茶。抱歉哦，因为我买的那个封膜跟那个大号杯子没有来哦。好 OK， 那就放。我就直接放这边，哎，还是我们放到外面推车上。啊，我把推车拿过来好了。大家自己领。好 ，OK， 好，感谢，好，那一样，我们实际是不吃东西，我们可以煮，但我们到外面去吃。好，谢谢，然后放在这边，一人一杯。好，感谢大家。这样子跑过两次，我就知道缺什么器材，我去买了。然后在倒数几周，我会让大家去消毒，消毒剂都在这边。这才是我的专长，食品卫生。每一位不是我，每一位请他们帮忙。好，感谢大家，一人一杯，我们到外面去吧，我们到外面干杯。你就把它弄到